有 VIP 卡 send 咗11张，另外 Mira 成员一人一张，即系我都系未开之前都已经同佢哋讲话，哦嚟紧有间 gym 啊，大家即系随时上嚟做，我会揾埋 trainer 俾大家，即系真系希望帮到大家，即系可能佢哋会真系一对一 customize， 然后再可能 provide 埋一啲饮食嘅计划俾你咁样，咁就系、是。但大家貴人事忙啦，比較難請得喐。即係譬如花姐都等同我講、哎，你要即係特別關注阿姜啊，即係佢係時候要即係做多啲 gym， 要改變一下身形。跟住我都有同佢講嘅，咁跟住阿姜都有同我講，係啊，我都係時候要做嘅，即係所以就希望幫到佢哋咯，即係會希望我哋嘅教練都可以幫到佢哋咯。花姐好似自己嘅身形都需要改變一下。我好像收到最多的这个意见就是花姐是不是都需要上来做，花姐很难请得动的这样，但是当然如果她上的话当然没人欢迎了，但是她都忙的，就是一个人要看那么多个人，就但是其实大家忙极都要记得做运动的，还有喝多些水这样。其实因为其他大家都有习惯是去做 gym 做运动的，那阿姜就少，他就只是他喜欢打篮球咯，即係佢會打波咯咁樣，咁但係佢自己都有一日同我講話，哦，佢有陣時都會問我做 gym 嗰啲啊，我都想身形睇落去好睇啲啊咁樣，所以其實佢都係有諗住行呢一步嘅咁樣咯，係。咁